他根本不会唱歌。让他哭啊，你是对的。我一句话没说，我实在过不了。好吧，休息一下吧。康复老师，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很想告诉你，康复老师，您听我说，我为了来到这个舞台唱这首歌，从早到晚我整整练了一个礼拜。没听说一个礼拜你就能变成 Celine Dion 了。OK， 谢谢韩红老师指点，恳请老师们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我一定用心唱。来，我喜欢，来，加油。真的。